吹蓝风又跑来这边钓沙梭了，试试看就知道。没什么人呢、欸。
后现在应该走过去那边了，就那边再玩一下吧。多少的问题而已。天气炎热，在车子里面这个解决，那个停车可以停在这附近比较安全，这里比较安全的，你停在那个另外一边比较危险，除非车子很多哦，鱼很多啦，钓不完啦，有兴趣的可以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抓够吃就好了，有的沙梭还不错，体型还蛮大的。大的就是稍微比较小，抓够吃的就好了。喜欢再去钓，不错了，沙梭还不错，没卖啊，不用了 ，OK。